那第二个部分进入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，就是功能论它怎么来看这个教育哦？那主要有六个。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说，他觉得教育是一个这个传递文化的一个功能哦，也就是说，社会的规范必须要透过上一代。上一代他的假设是成熟的，透过上一代的这个思想或者他的言语行为表现传递给下一代哦，那个下一代是比较属于不成熟的，还没有成熟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发展中的个体哦。那这个发展中的个体接受到一些上一代的这个观念呢，他把这个观念内化，变成他的行为举止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准则哦，所以他有这个传递文化或传递价值观的一个功能哦。教育必须要做的是这些，例如说，我们的学生最容易收到，可能例如说，在这个早期的时候，我们比较容易受到的是老师啊的一个影响，或者同侪团体，尤其是老师，你会发现那个学校的小孩子，尤其小学生，对老师是非常非常的尊敬，他觉得哦，老师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人，然后老师讲的话都是对的，那就是我们这个。教育非常成功的地方，就是下一代的人他会觉得，哎，上一代的人都是模范，都是标杆，所以他会去内化他的行为举止哦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对老师的这个道德啦，或者他的行为非常非常的高标准，就是因为这些下一代他都是透过这个上一代的教导而内化他的行为，所以我们对老师的这个标准也都非常的高哦，就是因为他这个。言教身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哦，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二个部分就是学校的教育里面呢，它是反映当前社会的一个价值跟这个信念哦。也就是说，学校它现在在教的东西都是现在社会的这个价值观跟信念哦。那学校它扮演的就是传递这些讯息哦。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社会秩序哦，教育要非常。很大的琢磨，也就是说，其实学校教育它都是培养这个堂堂正正的这个公民哦。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好公民，都是一个遵守道德、有良心的人，那这个社会的秩序就比较好啦。所以学校教育不会去强调说，哎，我们要培养坏人，这是不可能的嘛。所以这个社会秩序事实上是要透过学校的一个机制来引导哦，就是说，都希望大家是，所以学校教育的目标里面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，就是教你要怎么为善，要做善事，要做好人。那这个就是透过这些观念的传导，可以让这个社会秩序是比较好的哦，而不会产生那么多奇奇怪怪或不好的人哦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第四个就是说，学校的一个功能，它这个功能学派强调是一个培养学生，也就是说，培养未来的这个领导人哦，培养一个社会人哦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去比较说，哎，你还没有进去学校的时候，你的发展跟在进入学校是不一样。进入学校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哎，学校真的是一个，有人说。社会环境是一个大染缸，可是学校也是，也就是说，你如果只是在这个家庭教育里面呢，你不会到接触到这么多的人，你接触到的一些社会价值观可能来自于你的父母亲、你的兄长，最多你的邻居。可是进入学校之后呢，这些人呢，来自于非常非常多的这个。可能不同的社区或者这个范围更大了，然后你的老师也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你的社会化的过程是更加的多元的。那它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说，哎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在学校里面还是要培养一个就是学生的能力，然后培养一个你社会化正常的社会化的一个过程。我们在未来也会谈到社会化，就学校作为一个社会化机构的一个功能哦。那他这边比较强调是正面的社会化，他的假设都是属于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在这个学校社会化的里面，你都会学到那些好的。这个也就是说，冲突学派他在批判这个功能学派，不好的地方就是啊，他怎么假设都是说，哎，人会往这个善的部分啊，往整合的方向去做啊，可是其实上并不然哦。所以这个他预设学校的功能就是一个培养一个社会人。第五个部分就是，他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促进这个社会的稳定跟发展哦。那你会发现，那个很多的活动啊，或很多的不管是社会运动啊，或者选举或什么之类的，无形当中学校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哦。也就是说，学校是一个很多人会去利用的一个机构啦。
那这样的一个机构，例如说我们以前还有这个所谓的很多什么国庆日啦，或什么光复节啦，或者是这种节庆的时候，都会派这个学生去参加什么仪式啦、典礼。那这个就是一个，希望你去了解说，哎，有这些社会化，有这些这个以前的节庆，然后让你知道说，哎，这个社会的脉动是什么。然后呢，他也内化，就是帮助学生内化这些社会稳定或均衡的一些因子哦，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哦。第六个就是跟刚我们讲到第四个是非常接近的，就是培养一个社会人哦。也就是说，学校为什么会分成这么多不同的阶段呢？它有所谓的，尤其到了高中之后呢，它就开始会有一些分流的一个机构，也就是说，它会依据你的能力帮你分到不同的这个学校去念书。有些人他可能比较升学取向，他会分到这个高中，他觉得他应该要继续念大学，他可能会去这个往比较学术的一个研究领域去做。那有些学生呢，他可能觉得说，哎，我就是学个一技之长就好了，所以他可能会到这个高职的部分或技术学院啊，这个方向去做。所以学校是一个社会化跟人力分配的一个重要机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为什么会说学校的教育跟这个就业市场会有这么大的连结哦？就是这样，因为你需要培养的这一批人，未来就是要到社会服务工作的这群人哦。所以它是扮演的一个人力分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构。所以功能论在看整个教育的时候，它是比较从这个具观的一个方向来看这个教育比较正面的一些功能，所以大家要知道说，诶，它可能都是假设是好的，然后假设都是稳定的、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哦。所以我们在论述这个功能论的缺失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回到就是说，诶，它会不会是太理想了？然后它会不会受到某些利益团体的一个牵制跟掌控？然后呢，他在教育的过程里面是不是太过于强调这个社会化的过程，反而忽略了这个学生的主体性跟主动性？另外的话，就是他都是强调整个社会结构跟社会制度，所以他并没有去观察到或体会到那些细微的一些学校的一些，例如说我们说的班级的运作啦，或团体动力的这个规范啊，这些呢，他都比较没有去看到，因为他就是研究整个大的架构，所以他会非常去分析说，诶，学校的哪些社经背景啊，家长的背景啊，老师的背景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功能论非常强调的，因为他要知道说，诶，哪些背景，哪些变相可以造成这个学校或教育的目标的改变。这个都是功能论它所强调的，它强调的就是说，哎，社会阶层啊，是不是会造成这个社会流动啊，或这个部分是不是有相关？所以整个功能会被受批判的地方，就是它强调比较美好的那一面哦。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在论述的时候就需要知道说它有哪些缺点哦。